好，大家好。现在大宝手上拿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请大宝开箱。哦，开箱，好好。这个是一个。好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台东绮丽珊瑚哦，大家知道绮丽珊瑚是一个宝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呢？哇，我也好想要耶！是一条珍珠项链，哇，是一条珍珠项链耶！真的珍珠，真的有重量。好，那帮我们拿起来看一下。好，您要戴戴看吗？看一下，这是真的珍珠哦。大家如果有逛过他们的一个展示的地方的话，就知道。你看看这边有珊瑚、琥珀，还有珍珠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看，如果这次啊，大家的留言破千，我们来争取跟团买住宿券，送这一条，这一条价值是2980元的。珍珠项链哦，大家有喜欢吗？有喜欢的话帮我们留言，留言说我要跟团，谢谢大家。